清楚，边个都唔可以离开呢度。你就会有一少少情感停歇，所以点抌抌咗去。Okay. 我認識 Steve 就好多年嘅，其實咁我覺得佢嗰個 accent 係好獨特嘅。佢係真係好勤力嘅人。我瞓覺嘅時候，佢係未收工嘅，即係佢都喺度寫緊啊，喺度度緊，喺度做好多嘢。佢俾咗一啲 reference 我睇啦，而實際上佢講故事嘅方式都係配合翻佢之前所諗嘅嘢。我哋望下先啦，第一。呢个导演好好啊，呢个导演该以为要又听人哋讲，又有一个好老婆啦吓。咁但系佢又好啊，佢又唔系话咩都俾晒个老婆先噶。你头先拍感情戏咁样，我见到佢老婆喊到死啊死啊，我话你不如拍佢先啦，我话唔系你嘥晒啦。咁佢又千多谢万多谢咁样。侧边团队有机会啊，因为有啲台湾嚟嘅摄影师啊。再快一点点啊！嗰队我有合作过嘅，系好嘢嚟嘅。余正平咧，佢有一個好強嘅地方，就係佢對於顏色啊，對於 framing 啊，係好靚。啊，導演想要啲咩，咁佢即刻可以俾到反應佢。譬如我哋今次選擇用呢個 camera blocking 嘅方法，淨係鋪一個軌，咁你演員由第一場做完講完講完行去第二場，但係就一個 track 就做咗一個咁嘅 transition。佢好快 pick up 到，好 open 去接納新嘅元素。所有的演员我都很喜欢。罗兰姐配合秋生在法庭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magic 的 combination。整个 argument 都不可以成立，因为都没什么演员可以压得住秋生。我的角色呢看到啦，我的衫下我是一个主控官。我反对，与本案无关。大家都搏得挺犀利的，你将我，我将你，这样。你知道秋生看心情嘛。导演自己打俾佢，佢话：喂，阿林嘉欣好想俾你捽喎。打官司咧，你唔打人咧，人哋打你。我梗系有个人版去模仿噶啦，即系佢有一个好独特嘅讲嘢嘅节奏嘅。我俾两日时间你，你翻去谂清楚，再同我讲。成个 combination 咧系一个唔常见嘅组合嚟嘅，周嘉怡啦、施雅啦、阿喜啦、黄喜啦。阿蘇老闆啦，阿細啦，兩位舞台劇好好嘅演員阿 Rosa 啦，同埋朱謙啦。我同呢套戲咧就冇關係嘅，我純粹係過一過鏡嘅啫。我都唔知係我欠咗邊個，但係一切咧有一個飯盒補償咗。咁其實你將呢班人撈埋一齊，你已經覺得佢會係即係件好精彩嘅一場戲咯。我唔要上帝話俾我知，我要你話俾我知。暗色天堂的类型其实是介乎于爱情片和悬疑片之间，你一定要跟着两个人物去发现究竟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什么事。你知道我说的了，怎样可以用一个公平一点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的判断去看这些事呢？你覺得自己做緊有啲嘢係好正確或者好啱嘅，但係其實原來你有一個黑暗面喺度。錯曬。當一個電影好唔好睇，都係講佢嘅張力。咁呢部戲係可以做得到嘅。我係好希望觀眾咧會有自己嘅 perception 咯。我奉勸你，我喺每日之前你好悔改。